一步一步这个记忆佫行出来，唔是美国尔，开始驻外较重要的日本，啊，日本早因就去北海啊，对不对？佫来欧洲，哦，佫来东南亚这国家，这一步若好行落去啊，后壁一个一个会佫派出去，后壁可以佫有过来个咧啦。所以说，今天你是扮演了真辛苦，我也知影。但你演这个角色，确实演了真水，你若无注意看，看无呢？哦，真正哦。所以处理这两日安尼这款的表达，阮作者我好朋友甲我讲，哇，你搞迄个事件啊，真正无唔对，你看卖啊，人伊真正看出这个问题，佮敢大胆批评部长，哎，我实在是钦佩。但是我感觉安尼对台湾无好，对美国会使好，对日本会使好，你唔免着对中国大陆遐尼歹，无意义啊。安那，甲连美国啊做客杯，啊台湾就安全了。台湾就无问题，连日本啊做客杯，啊台湾就无问题，唔是安尼啊？恁殖民岛啊，啊甲堪伊汤甘蜜甜啊，到真正倒一个美国人敢站出来讲停台湾，两岸发生问题，统统停，无一个敢停的。最后也是爱咱两千三百五十万人做伙共同去面对啊，敢唔是安尼？啊，人即马甲你讲啊，大家坐落来讨论台湾边啊，堪大陆讨论出一个新的制度。恁无要含人讲，头毛咧烧，勇敢行出去啊！含大陆抢渡啊！阮台湾要安怎含你讲？你无要让人民信赖你，无要甲人民讲，咱中华民国台湾要安怎行出去？你敢若讲主体意识爱有尊严，爱有尊严？什么叫国家的尊严啊？清德兄，你落来马上过来讲国家的尊严，建立一个有尊严的国家，什么叫有尊严？去摸美国的大腿叫有尊严？和美国啊，扒来扒去，叫来叫去，发出话就叫有尊严，阮做袂到。